今仔运气袂歹，买到真侪品质好、够特价的福利品。牛肉条嘛半价尔，真正是赚到啊！是我传的啦，想讲咱两个足久无好好吃一顿饭啊，哎呀，不过我无传足济，你已经食过暗顿了吧？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以前你煮的物件不管偌济啊，我拢一定吃会完。而且这嘛是我上爱吃的红酒炖牛肉。希望我做出来红酒炖牛肉，会当让金玉介意。歹势歹势，你有安怎无？好卡车要还女朋友的物件，不用歹势，不带车。歹势呢？你看麦，这敢是你想要吃的甜点？老婆，你看，我才感觉奇怪，谁人一出车的时候，鼻涕遐尼重的肉桂香？原来你早已排队啊！是讲这以前去排的，要唔过你进前敢唔是甲我笑，讲我为着要排这个肉桂卷，安排一两点钟，足浪费时间的。我为你排队，甲你我排队无共款啊！而且我看见物件足适合你的，就出来。真是足水的，也毋过我刚毋是甲你讲过，我无欠债啊。搁再讲，今仔日也毋是啥物特别的日子，那也得要开一条啊。我就是超工要生理啊，因为我要做重启魔人，我帮你管起来。有介意无？嗯。只要咱逐天拢会当欢欢喜喜做伙，逐天拢是咱特别日子。多谢你，老公。以前是开名车买钻石，今麦刷宝链买福利品。哇，看起来真足好吃的呢！我一定是想过要紧看我，特别甲金玉见面的代志，才安尼想东想西，实在想到落气的。啊，既然会这么紧张，我要应该差不多要带金玉过来啊！五年无看到金玉啊，希望伊会当想起过去的代志。哎，那你讲啊，你唔是讲要带金玉同齐来？
因为林志刚哦要参加什么香氛讲座了，我有提醒伊啊，晚上要作为食无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伊对香氛也特别有兴趣。伊讲啦，要食饭哦，随时当约。啊，不过有教伊演讲是袂等人的，我无伊的法啦。我看起来伊的状况，还是无进步啊。我紧啦，啊，不然就勉勉强伊啊。伊能看到你，我就足欢喜啊！这五年拢是你照顾伊，啊，陪伊复健治疗，辛苦嘞！来，坐啦。嗯。坐啦。大哥。嗯。我这五年啊，为这接受治疗，也算是弥补。我进前，我答应别个替伊报销，我都不用亲人为难。所以哦，不停拢欢喜有这机会，会当我甲金玉好好相处。感谢呢，我看你养好疗魂哦，敢若比五年前骨较侪呢，你烦恼嘛真侪啦。敢有这么明显啊？唉，我是金玉哥哥，搁爱做伊爸爸。想办法好好保护伊，照顾伊。讲实在，真正要做好，无遐尼简单。那呢，我着先甲静玉交你，你好好教，啊，你教好了，我才转转转来身躯边。安尼袂输敢若伫个咧骗哦。放心，放心，安尼，我跟你讲耍笑的啦，你莫当真嘞。当然袂啊，阿母家婆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金玉嘛不知啥物时阵才会有记得，伊对伊来讲，也算是成婚人，莫对伊有伤大期待。这点我知啦，当初咱两人讲好啊，莫含压力，顺其自然，让伊偷偷来啊。而且我即摆根本无时间，甲无迄能力，会当照顾伊。好啦，食饭啦。所以子倩，她刚刚无见我，看起来真用心，真体谅伊哦。自伊做黑市的总经理了。大家拢真无闲啦，我若有时间，我就到朱家做一寡家事，啊，若无伊身体绝对袂堪的。我欠伊真多温情，其实是无必要陪我安尼聊落去，嘛无必要陪我行这条报销的路。毕竟我心内依然敢若有金玉一个人尔。我也无可能接受第二个啦。查甫，我相信子健不是一种任何代志拢要求回报的人。伊的孙大概到三江大部分原因，是因为伊是志涵爸爸。伊哪有可能目睭金金，看咱爸仔囝这么辛苦？那查甫，哪有给伊想到压力？我哪有可能无阿叻？这五年，我卧底伫黑市内面，陈忠信搞去安排做物流的主任尔。啊，子倩呢？陈忠信伊真巧啊，伊做一寡歹代志啊，拢会撇开，无子倩知影。所以到即马为止，拢找袂到任何一个共犯。伊啊。不然就是搞菜叶的人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家父，我认为你应该为董俊一边下手。伊背后一定陈忠信收听。董俊今嘛立法院有这预算审查，这几年陈忠信接的大 case 大部分拢甲有牵连，
因为钱甲利益关系，绝对无遐尼简单。